哎，大家好，我是 Stanley， 我今天是来参加黄小柔异于常人的画展，跟梁乃文跟郭彦甫一起举办的一个画展。然后我要讲今天的哦，今天的那个，因为我有点喝醉了。这样，今天的衣服是那个，反正那一区的设计师叫 Mr.姑姑跟 Miss Go， 这名字也太长了吧？他们设计衣服，然后他们都很喜欢用这种，就是用满版的，然后各种食材或是各种有趣的东西，把它做成满版的这个 T 恤，我觉得蛮可爱的。然后我今天比较特别的是，还有我的鞋子是那个 Puma 跟 High Beast， 对，怪兽喝醉了，用香港的那个的文化做了一双鞋，那一双就叫烧麦。对，烧麦其实就是因为黄色的，好像像烧麦一样。其实它另外一款虾饺就更香，因为上面真的是有虾子在上面。对，然后而且如果你就是买他们的鞋子啊，他们还会送你筷子跟那个假装是木头的那个餐垫。对，但事实上它是鞋带，就还蛮有创意的。Hello， 大家好，我是李毅。然后可以看到我今天的那个装扮，因为我是非常那个资深的纽约客。然后刚好我最近从纽约旅游回来，所以我就是纽约就是橘色跟蓝色嘛。那我觉得橘色在台湾是一个比较少人尝试的一个颜色。然后刚好就是看到就是橘色的 polo 衫嘛，然后所以我就买了橘色的 polo 衫，然后又配上就是夏天就是这种橘色的球鞋，尤其这双球鞋是台湾没有的。然后在纽约的时候，就很多黑人啊、白人啊、小朋友都要跟我要这个球鞋，因为他们觉得这个颜色太帅。对，然后我觉得旁边这个大叔他的那个也蛮帅的啦，你知道他是大叔，好不好？我是年轻人。哎、欸，没有，我要讲，我们是好朋友。纽约尼克的配色有没有？对啊，真的是还蛮特别，就是要让所有人认识你、注意你，就是穿亮色就对了。现场的是这个我们艺人圈非常有才华的小柔的这个画展啊，然后今天能看到很多他的自己独特的一些艺术的作品，那还蛮开心的，因为知道说，因为以前自己是学广告，喜欢美术啊，然后设计这一类的，所以今天感觉来就是重温的，就是当时那个以前在学校赶作业的那种热情这样子。那我今天的打扮就是算是蛮一般年轻人的，对。那最近呢，刚好呢在去看那个太阳剧团，就是那个太阳剧团跟那个 Michael Jackson 那个合作，然后就买了一套那个就是有点像是那种 Michael Jackson 早期那种有点那种 V-neck 那种感觉，那种就是牛仔外套这样子。然后在其实我自己穿着还蛮简单的，就是搭一些就是在那有的没的啊，徽章啊什么的，然后还有一个东西是十字架，是我身上一定必备的，因为我自己是基督徒，所以这是一个很流行，然后但是又一个很棒的一个配件。所以我今天穿的就是很简单，因为现在天气很热嘛，所以就搭一点白色的 T 恤，然后短裤这样子。那下半身就可以不用拍了，因为腿比较粗一点。对，大概是这样子。大家好，我是绿茶林俊勇，而且我今天是来参加小柔的画展哦。今天刚开幕，请大家能够多多支持。但今天有穿什么样子？今天完全都没有什么样子，因为我一睡要醒来，刚睡醒就穿成这样子，随便乱搭，就一个这个格子衬衫，结果里面搭一个什么 DKNY 的一个 T 恤之类的，或者是搭一个马丁鞋。不管怎么样，只要随性，只要你喜欢就好，因为我走随性派的 casual 自然的 natural OK。Anyway， 大家一定要多支持。绿茶脸的，就是要你爱上我。Hello， 大家好，我是黄小柔，今天
呢是我自己人生第一次办的画展，那这次画展呢其实我请到了乃文跟燕甫一起来联展，希望大家可以来走走看看。那这一次呢开幕很多好朋友都来了，非常的开心，然后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那今天这样子的一个派对呢其实我想很久，而且呢大家在下午的时候齐聚在一起是很难得的哟，所以呢今天大家也都是精心打扮。那今天我的穿着呢当然就是比较 casual 一点，那也希望可以就是让自己呢可以看起来比较有一点点女人的感觉，所以今天选择了高跟鞋。那这个高跟鞋呢在国外走了很久，然后找到了带回来台湾，然后现在的穿着呢希望自己一些比较紧身窄身的呢可以显现出女性的那一面，所以呢今天的穿着呢有稍微打扮了一下，那也希望大家呢有空可以来我的画展逛逛看看咯，谢谢你们。